什么我还要迂回，是不是有段星座与对，怎么做要理想的纯粹。凡是心一样太脆，不需要谁来给我安慰，哪怕成为飘散的包围。盲目冲动是寂寞，送不走的迷惑，动情时的寂寞，仿佛从前每个寂寞总被时间击落，只剩下的笔墨，不再去管缘由，也不怕一切再重来，所有关卡都重开，我技能全都不松开。可我连逃避过都没有，反而今天越来越空洞，像固定的遥控，是在无形的操控，面对着宿命的操控，心在被不停的操控，勉强的笑，没有无奈自己知道，失控的脚也不能够获得治愈解药，当你在跌倒以后就不会有任何帮助，所有动机只是为了获得更多商务，学会服从，为了获得崇拜只能让步，但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再次回到当初。夜空突然划过一点白，像最初的你我已不在，已不在。为什么我还要迂回，是不是有担心做云退，怎么做到理想的纯粹。怕的是心一脚踏碎，不需要谁来给我安慰，哪怕成为飘散的包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武汉。